女朋友亲手做的早餐一定要吃光光。芝芝的旅游策划案，能充满微笑和美好的地方肆意的生长，关于你的幻想，冬日的暖阳，像你洁白牙齿一样，一整天都在等你一个打扰。像微风来到五六月的花香，不太敢拥抱，连说话都蹩脚，时光太潦草，抱着向日葵的合照，经不起太认真的推敲。谢谢，记得给他们好评。好评？我给你点了宵夜。跟你吃一样的，我陪你一起吃。梦幻城堡哎，这个小时候就玩过了。没事，他们这儿还有权益和最大的旋转木马。很晕的。你如果觉得这些项目太无聊，他们这儿还有，还有这些比较刺激的玩乐项目。我会害怕的。那你看看这个酒店，我上网查的，评分特别高，入住的客人都说好，回头率很高。最关键的是它离这个游乐场特别近，如果你随时感觉到累了，咱们都可以回酒店休息。我不会感觉到累了。我不会累去住这个酒店，就很浪费。不是，你是不太喜欢这个游乐园呢，还是不太喜欢这个酒店？都不喜欢。其实我不是觉得露营不好，我主要是想着露营那个地方有很多虫子，还有可能有毒蛇，我比较担心你在那边要怎么洗漱啊。而且如果营地突然下起雨了，也没地方躲雨，我不想你吃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要去你计划的这些地方，那去的话油费要给钱吧，那到了之后游乐场的门票要花吧，哦，里面吃吃喝喝也得要花钱，而且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双人套餐，那个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这么贵啊？还有这个酒店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，我们刚换了这个房子，如果现在把钱又花在这种玩儿，就……所以你不是不喜欢那些地方，是不想我乱花钱。没有，就是本来也不想去。我就是想去露营嘛，为什么不去啊？
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么多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。那什么驱蚊水，氛围灯、纸巾、湿巾、拉巾袋、扑克棋类、花束、花篮、气球、泡泡机，玩的、用的、吃的，我全部都弄好了，这么齐全，为什么不去呢？准备的这么充分呢、啊？第一次去露营，那肯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，以备无患嘛。而且你想象一下啊，我们带着这么齐全的东西去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搭帐篷，一起搭小椅子、桌子，然后我们往那一坐啊，特别舒服。然后听着海浪，吹着海风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等日落、看日出，晚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星星，满天都是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这如果去游乐园的话就会很吵，但是如果我们去露营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觉得很浪漫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诱惑啊。那就沙滩露营。决定了？决定了。明天早上呢，7点我们就一起出门，然后我6点能起来收拾。我5点起来吧，我4点去叫你。7点这么早？怎么？我再去检查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没带啊？第一次的旅行计划就这样泡汤了。速度了，因为看这个天光，感觉已经不早了，晚上会很危险的，快点吧。那我们开始喽。接电话。谁打给你啊？妈妈。你出来，我进去。啊？你出来。我在里面。舒服，你在露营呢，爸爸爸爸，嗯，爸爸，哪儿？哎，我在帐篷里。芝芝，你在哪儿露营啊？哦，我在朋友家露营。啊，在家里搭帐篷啊？
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要去沙滩露营的，但是下雨了，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露营了，也很好玩。叫你去让妈妈看看。和你爸爸还想抽空去露营呢。啊？转一圈，转一圈吗？我翻转了，我翻转了。你看到了吧？看，你看，我外面就是在下雨，看到吗？那，在下雨。餐厅啊，看到了吗？那个厨房，这个是厨房，这一片。房间在那边。啊，就是这样啦。然后，不动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那个，我不小心被装备绊了一下。小心点啊！你确定是装备吗？还是提到哪条狗了？哥，我没有跟你聊天，你不要说话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？芝芝，你在房间里面露营，让爸爸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客厅里面搭个帐篷，有安全感。哎，好玩吗？啊，好玩的。如果你们想玩的话，可以在花园里面搭帐篷玩。嗯，明年暑假啊，如果你还想实习的话，你就回南吴吧。你妈，她成天在想着你，念叨着你呢，啊，连觉都睡不好。嗯，你就回来吧，啊。芝芝啊，你毕业了就回来好不好？你离妈妈近一点。毕业的时候再想吧，还早呢。那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吧，我们赶紧搭帐篷了。啊，行，那你去玩吧，玩得开心一点啊。拜拜。有没有磕到？没事。继续吧。继续。嗯。来。